行走江湖要懂得收放自如，霸王举鼎驾驶大型车辆要稳如泰山，拨雾寻径要密切留意路面情况，玉龙盘柱未落车先拖慢，转低波慢驶落车，怀中抱月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，培养出良好的驾驶技术和态度，才是真功夫。使出真功夫，方为大师傅。